谢谢。来，等一下，这位老师，哎，那位老师吧，老师请留步。哦，我们表演，你们喜不喜欢？你是外地的吗？哪里的？陕西。来，你上来，来，爬上来。来，美女，来，我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相貌。来，您好，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教教我们陕西的朋友啊，看他能不能摇起来，好不好？做个互动啊，就您这个帽子吧，这个帽子比较短一点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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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你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，你怎么能把它摇起来啊？来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说白了，就我们延边本地人，其实平时也很少能够体验这个相貌舞，所以说你这次的延吉之行，我就是延边之行，应该说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啊！头发绑也太紧了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啊。哎呦哎呦呦，戴上以后好像更漂亮了啊，怎么样，什么感觉？有点重。有点重是吧？他就光摇就可以呗。有什么要领，老师你说一下。这个相貌首先它不是完全靠脖子甩的，首先它这个腿的这个律动，朝鲜族那个感觉，这个律动靠这个去带动的，其实对，所以说要学的话还是有一个要领。它这个可以先平甩，它分平甩和立甩，初学者我们就先逆时针，对，轻动脖子，然后把这个小毛杆用惯性带动起来。那咱们带一下，来，音乐响一下啊，刚才伴奏响一下，来，掌声鼓励这位美女，开始。来，对陕西的朋友，韵律韵律，哎呀还不错，哎呦呦，呜呜，哎呀不错不错，您很有天赋，这帽子送给你了，谢谢，下去吧。OK， 谢谢，来，掌声送给他啊！来吧，这位美女，用你们的。